下面是咱必须长，要来咱精彩的讲讲课吼。必须长是台湾第一位的见证学博士，也是唯一的见证学博士。好，我们今仔就来听精彩的演讲，请起立。 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好。各位学员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有参加，请举手。台湾无参加，请举手。有参加跟无参加，拢爱举手，我来讲，我讲一摆，不要紧啦，不然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有参加，请举手。 啊，台湾无参加，请举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有参加，有参加。边边拢台湾。啊，有人讲有参加，啊，有人讲无参加。你看台湾有无？台湾有参加？好，我先讲一下，我大概跟你回答一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，什么人轰炸台湾？ 卖讲卖讲，日本轰炸台湾，请举手。啊，美国轰炸台湾，请举手。啊，有轰炸台湾，啊无参加。有人甲你轰炸，啊你无参加。你听有无？你有叫轰炸用炸弹的，炸弹弹弹射的呢吼？ 啊，有红弹炸弹，啊，搁无参加。台湾有参加，啊，搁向美国人甲你弹炸弹啊，啊有参加无？有啊，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台湾建言的，请你举手。建言，建书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请问，啊，你搁举手无？你讲你建书，啊，你有功夫者？你有功夫者有啊无？ 有诶啊，手无啊！你从细汉到即马十月二五，迄个课本甲你写光复节啊，你即马讲无？知影放假咧？哦，够无一摆。啊，有光复节，请你举手。啊，无光复节，请你举手。没有光复节，啊，无举手，什么意思？来，这人台湾人分钱来，台湾人分钱来。 我甲你讲吼，台湾建书教导你咱应该无光复节啦，但是国民党入来甲你讲，台湾光复我，啊，但欢喜甲因来放假。好，这个观念你今日若无来上课，你根本搞不清楚。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搁建书，啊，所以台湾一定无光复节。 建书哪有光复节？你建书也变光复，啊，啊无光复节，啊问题来啦，啊无迄间是啥物节？迄间总有一个节啦，啥物节？啊，我讲互你对啦，不要紧。当我的时阵，台独的民进党伊讲这个台湾中战蒋介石，啊你认为蒋介石对的，请你举手。 无啦，你讲真正吼，我无爱，这台湾人的本钱啊，我若假你举手吼，你的目睭开始甲目过啊，开始晒，无人举手你就坏掉。我跟你讲，你讲吼，毋是中战，啥物讲毋是中战？中战的意思讲，战争拢结束了。十月二五投降，毋是叫做中战，迄天叫做。
交战国军事占领日，两边去烧台，啊，投降迄阵阵，迄天叫做交战国的军事占领日。和平条约下来，啊，搁生效，就变做友善时期的军事占领日。即摆是啥物时阵？即摆就是友善时期的军事占领日，所以明日台湾的地位，明日台湾还阁是军事政府占领中。啥物人甲你占领？你没有搞清楚尔。但是咱确定就讲，明日还阁军事政府占领。所以我伫战争话内底，但是我感觉很奇怪，美国轰炸台湾，伫迄个时阵，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。你这简单的 A 等于 B，B 等于 C， 这边看不了。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啊，美国甲你轰炸，美国是你台湾人的敌人，啊，中华民国嘛是咱的敌人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啊，你卖听啊！哎，我听，啊，中华民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请问？你今日台湾人来做这中华民国作品，好奇怪呢。啊，过来，美国是咱台湾的敌人，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敌人。啊，美国轰炸台湾，照道理来讲，应该是美国占领台湾才对啊。因为战争话有一个征服者，谁征服你，谁就有占领的权利。啊，你中华民国迄当时用日本拍起个。四川去啊！伊是建树日本的，建树日本等于建树咱的。啊，建树的人来到台湾，啊，咱去替伊做兵，好奇怪的。好来，所以各位，你是台湾人的，请你举手。你是台湾人，看起来是大拢台湾人啊。啊，你要来证明你是台湾人？有这这步骤够简单嘞！你证明我是台湾人啊！哎，现在讲还是，啊，我也要讲台语啊，做我台湾人。但是国际法内底，你袂当讲我讲台语，我是台湾人。马英九最近毛连台语袂了，袂歹。伊不是台湾人。好来，你讲你台湾人，你怎样证明？我国祖宗八代在台湾，他就是台湾人，未必嘞。未必呢，因为我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去讲啥？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一下去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的举手。你个破烂家去，那我这最多也上面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你看勇敢没啦？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的举手，请举手。台湾举手，你敢应用？对了，你看人家的台机。啊，过来，你听清楚，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对唔对？就，对嘛吼，好，这你知影吼，我后边有两个人家去，啊，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明仔日带你走，我带你走，你走袂住我。国宾饭店。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伊不对，安尼台湾那是台湾人，因为国宾饭店你没有所有权是吧？你拿不出来嘛，所以足简单的台湾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唔对，足简单的呀，你无所有权啊，你的所有权在哪里？在日本领吗？知道？日本天皇一百万，啊！像我住日本天皇遐，你也变啊！
聊聊去甲拼啊，课本甲拼啊，课本我拢记。课本一开始就要甲你骗，甲你骗啥？因为中国人来台湾的时阵，伊一开始就要奴隶台湾，要将咱这台湾人拢做做伊的奴隶，啊，要做奴隶，就伊安那，伊要甲你改变，改变，互你较成奴隶。各位，你有成奴隶无？有无？有。你有成奴隶举手？我是无成奴隶。啊，你成奴隶是认得。啊，恁的脚拢有向白条有无？有无？脚链有无？好，袂歹哦。趁钱之前国民党，你袂歹。来，我讲，恁有中华民国身份证有无？你甲摕做看卖，我甲你证明，你是奴隶。中华民国身份证有在，举手，摕出来，摕出看卖。你摕出看卖，中华民国身份证。中华民国身份证的背面，我甲你讲吼，有的人吼会生出来较死哦，都唔知这个秘密。中华民国身份证摕出来，正面甲倒面甲变过。来，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嘛，拿出来。你有看到背面的右边的上面六块无？有啊，还有什么物件？密码数字。有啊，六块无？六块无？中华民国的身份证。好，来，你还未听我讲的以前，你知影有迄个密码，请你举手。你拢上过课的，你若只上过课的拢讲伊知，你有哈搞？我都唔知影你知。各位，还是中华民国。伊做这个身份证的时阵，真遐中国人的号码拢敢若无共。伊老早就甲你分甲真清楚，你是台湾人，你是战败的国家，你是战败的老百姓，你是外劳嘞。所以因遐的农民的身份证号后壁个号码拢无共，所以因伫农庄编制，伫这个农民之家编制，农庄伊个医院拢编制。你无成长，你老老杂杂，你叫分裂，你老杂去用分别讲，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？但是伊伫口会顶悬，甲你讲哦，不要搞族群分裂，分裂是因啊。台湾人拢在做兵啊，中国人是要做兵，你敢知影？你不相信我讲你啊？你知影有一个叫陈诚有无？陈诚啊，陈诚的后生在做兵。陈诚的和后生，甲伊高中毕业的迄年，伊中华民国的法律甲改变，讲高中毕业会当随外国留学。伊一个毕业马上申请，马上离开台湾了，迄个法律马上改。来，各位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投降，听清楚哦，是日本天皇投降哦，不是日本政府投降哦。日本天皇投降以后，有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1951年9月18日，是安尼。1952年4月18日，听好。台湾这块土地到底什么样的？我直接做敢讲，非常的清楚，法律上足清楚的。什么人有这块土地主权？什么人有是这块土地主人？伊就有权利将这块土地给处理啊。1895年4月17日，马关条约。马关条约因为头一年有一个清朝跟日本的甲午战争。清朝失败，所以1895年4月17日签了着《马关条约》。《马关条约》捌读过举手，你捌读过《马关条约》举手？你拢有读册啦，有读册拢有读过啦。《马关条约》在哪讲？里面怎么写？《马关条约》怎么写？你看。清朝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读安尼才去举手，读安尼才去举手，啊，不是读安尼是啊，恁的课本无共哩，忘记了。这是正确的理由啦，这当然正确的理由啦。来，听我讲出来。
清朝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，零分呐、啊。你要看，我写完全只要给你看，我安那写，你家己看，安那，只要看无。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未签立合约，有无？上面两个，上面两个签没？大皇帝跟大皇帝签没有？不是清朝的政府跟日本的政府签没有？所以皇帝跟政府有同款？无同款呢？皇帝有这个土地交予首相去管，所以首相甲皇帝是无同款呢，是两个不一样的法人呢。你讲你来讲，我跟你讲，像那讲清朝的皇帝甲清朝的政府，日本的皇帝甲日本的政府，这是无同款的，我证明给你看。因为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导航，1945年9月2号他签一个投降书导航，来咱看看投降书签的时阵是什么人来代表日本天皇。他迄当阵的外交部部长叫做崇光葵，来那个投降书何出来，我跟你讲这拢是有证据你看的，不是乌白讲的呢，含税无钱呢。好嘞，这就是在投降书啦，啊，你看哦，投降书顶头一个崇光葵，你看哦，你甲看崇光葵迄、那个线的后边，伊的 title 啦，伊的职位是啥物物件，你要看，看清楚，来，公鸡我来，来。对，我先来。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.崇光葵代表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，按着六块啊，这表示什么意思？天皇甲日本政府是不一样的哦。好，过来你看我先。马关条约第二条内底，台湾周边的群岛甲这个澎湖，永远挂念乎日本天皇，啊，所以这个土地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土地。但是日本天皇的土地有这块土地以后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天皇签署，但是日本天皇签署的时候，有对日本天皇处分无？无呢，27条我无一条改过处分，所以没有处分的话，就代表对他没有处分，所以他原来所拥有的仍然继续拥有。所以关鹏你，台湾这块土地处分谁呢？日本天皇。好清楚，所以跟你读的时候无同款。啊，我一个证明嘛，你看，这边的尖阁群岛，尖阁群岛钓鱼台啊。哎，尖阁群岛是钓鱼台，你知无？你知影是不？知影举手。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，然后因为中国人我唔知，中国人因为即摆迄个钓鱼台就发生代志啊，中国人过大安那些。哎呦，我们两边都不要吵了啦，我们把尖阁群岛交给日本啦，啊，钓鱼台交给中国就好。听我，两个是同款的物件。所以尖阁群岛，夏威就是美国总统的国务卿，当然即摆无来啊。经过还没有来，伊讲三摆，伊讲啥？伊讲尖阁群岛的管辖权是属于日本政府，尖阁群岛的主权立场，美国不表态。你想我不光是办，对于尖阁群岛的管辖是归属于日本政府，但是对于尖阁群岛的主权立场，美国不表态。所以告诉你，尖阁群岛什么人？日本天皇。但是现在讲，对于日本天皇诶拥有尖阁群岛的主权的立场，他不表态呢，因为发生的。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 B 啦，第一条的 B 在内讲啥？就讲日本天皇建书以后，伊虽然无对处分领土如何处分，但是伊对于一个物件甲限制，还 suspend 就是吊起来，
伊个权力甲吊起来。日本天皇用日本这个国家的代志、国事啊、国家的代志来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，这是原因啦。所以美国到今日态度，我一定讲予清楚。所以即摆伊即个，伊后壁甲西隆安倍晋三，对方你是修改宪法。宪法第四条甲第九条，伫1945年建书的时阵，九月份，迄个麦克阿瑟用一礼拜时间将伊宪法甲改变，随原来民治宪法甲改变第四条甲第九条。第四条是啥？日本皇帝的权利啊，来伊 suspend， 就是讲叫伊爱交予首相去管。啊，第九条是讲日本的迄个部队啊，来改改掉，讲日本袂当发动战争。安尼，甲今日。日本才变作有一个自卫队，啊，一个自卫队啊，无国军的时候，所以莫怪人日本人开始讲，你我们都从来没有主权呐、啊，明白啊？是美，要搁有美国占领啊？美国甲占领，表面上无，实际上美国完全掌控。所以今日大日本帝国的土地是啥物所在？八方四岛。北海道、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、九州，啊个台湾、琉球、澎湖、新南群岛，这个规片，规片红的部分你有看无？红的部分啊，拢是大日本帝国的土地，但是这个内底有一个韩国，韩国是安那？是1905年，韩国的皇帝。伊个主权留咧，但是将管辖权交予日本的时候，所以韩国变成是日本的殖民地。这个台湾情形无同款呢，台湾的马关条约就是讲永远割让，就是啥，啥物物件拢要交予日本天皇，但是韩国是甲管辖权交予日本天皇。啊，所以咱所读的书内底，我来问你，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？请问对的话，请举手。啊，不对的，请举手。你拢无听讲啊？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啊，但是今日已经不是啊。为什么是因为1945年4月1号？啊，你台湾的问题有清无？啊，搁有呢，啊，搁有呢，你听、哦。本来因为殖民地才可以割让。啊，殖民地割让有几个例子讲给你听。1898年，美国跟西班牙战争，西班牙战书，战书以后，伊挂四块土地给美国：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和菲律宾。因为这四个所在拢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啊，国际法、万国公法规定，殖民地才可以割让，不是殖民地就不能割让。所以你也当知影。今日大清的皇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天皇，表示台湾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。啊，但是台湾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，也嘛未当讲完全是殖民地，是叫做破殖地。安怎讲？来，台湾伫迄个大清的时候，台湾的土地，这个地图安怎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台湾的地图，伫大清帝国的时候，它的地图，你有看无？看看没有？欸，这是我画的啊，这是历史里面有的呢。啊，这个这看有是台湾，是不是台湾？是不是？是的，举手。啊，这个台湾都无唔对啊，你也唔敢举手。啊，你会敢问讲啊，正平奈无去，对吧？啊，若国民党要来甲你讲正平奈无，用那个时候沉在海底了，头发才浮出来。我甲你讲。因为迄当中，大清帝国只有能够统治台湾的西半部六个屯垦区，右边的土地是高沙族的啦，高沙族的啦。啊，你看嘛，看大清这些中国人看偌高兴就好，唔是因呾土地嘛，甲挂互人诶。啊，所以挂过来了，才有迄个塞德克巴莱迄边迄个影片诶。高沙族够奇怪诶，啊，外生活领域，啊，你怎么日本人跑进来？所以因有群起反抗，但是呢，日本天皇他咪讲，是迄个时阵大日本帝国，伊这个国家是全世界、全国际上第一强的国家，伫迄个时阵。
美国才算第三流的国家尔尔呢。哎，上界强的时阵啊，美这个日本上界强的时阵啊，伊拢照起工来。伊知影讲这个高山族去甲反抗，啊，但是台湾这个土地，清朝的皇帝已经割予伊啊。所以，1905年，伊开一个国际会议，来决定讲这个高山族到底是毋是一个国家。结果开会以后，高山族是部落式的14个族，安尼伊判断讲，伫国际会议来讲，安尼这高山族毋是一个国家，所以伊也甲征服、判断。战争法内底没有打赢跟打输，没有这两种 ，win 跟 lose 没有，当然 conquer 征服者、征服者。所以迄阵日本天皇就派警察甲军队。为北部甲拍拍拍，拍到南部，小小的台湾拍外久，拍十年。甲清朝无共款呢，清朝三竿就解决啦，韩赵起来，就你前面的马关条约。啊，你看高山看偌偌强就好啦。啊，所以这个1915年日本天皇建构台湾主权，这是头一摆台湾人有主权，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有主权，是1915年。阿明的证明，1922年2月26号，华盛顿裁军协定告一国家第19条的契约里面，台湾澎湖是属于归属于日本天皇，所以台湾以前无主权。但1915年建构以后，规个规个土地拢是顺服在日本天皇底下的阵才有国家。啊，你捌听无？你毋捌听？我以前嘛无听。到落尾啊，美国提供资料，啊才知影哇，台湾过去是安怎？啊，说台湾人过去400年来有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？没有。有的请举手。没有的请举手。你别当歪牙去，我听你讲。啊，你歪牙去，我来知讲，你去谈，你要歪牙去讲，你听无听无？你若听无，我讲一摆。所以你来牙去，啊？那个当然不算了，那个只有2天而已啊，一个礼拜而已啊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台湾这些土地真的有主权 sovereignty， 是伫日本天皇1915年以后才有的。来，啊，台湾这些土地到底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，千真万确，到今日没有改变。完全阿袂改变。美国甲日本战争，日本天皇战争，日本天皇投降。我请问你咧，你用你头脑家想看卖？今日琉球美国要兴旺日本，因为大家知道以前琉球是日本的嘛，日本天皇的嘛。啊，台湾这块土地嘛是日本天皇的。啊，所以美国将来若想讲这块土地要甲解决的时阵，伊要甲商量谈判，阿啥？甲日本天皇谈判，那有简单无？啊，所以中国是差差啥？跟你完全无关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安尼无关，你听好无？中国人话真巧，我甲你讲，你唔通看中国人。中国人毕竟无咱是即个台湾即个土地顶边的一寡国际法的学者，中国的学者变较巧，遐的学者谈了较好。2007年，我当然我2004年开始研究战争法，发表以后啊，中国感觉惊着惊着，啊台湾有一个小弟叫林志升，研究战争法，伊嘛去研究咧。南京军区的司令员，和武汉大学83位的教授去研究战争法，2009年，一下出一份册，哦，我甲画内底，甲我写一模一样。但是你头到尾欠一个物件，台湾是无啥。啊，啥来台湾完成？因为中国的高传已经足清楚，台湾与中国毫无关系的啦。所以中国这3年以来，过去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出席的时候，都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有无？好哩，3年无听到，应3年无去讲，为什么？
伊若想要变一个强的国家，伊爱照国际法来，袂当乌白分明。袂当讲你看到介就是你的呢，看到水的查某讲啊，这是我的某，安敢袂使？无遐简单呢，对不对？三年来，他从来没有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伊即马讲啥？核心利益 （core interest）， 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。啊，听话了，我是听话，是那个伊的核心利益，伊在伊讲的，遐简单。温家宝要落台的时阵，顶部的伊家己讲的，我伊拢讲啥？亲爱的台湾同胞，有无？啊，即马讲啥？台湾人民，各位，你看报纸，我乌平看呢，真正我讲你用乌平看啦。台湾同胞跟台湾人民是不一样的呢。台湾同胞的意思是啥？台湾是中国的，所以叫做同胞嘛。而且伊那还叫日本同胞，伊嘛讲日本人民嘛。啊，即摆讲台湾人民，意思是啥？好啦，我知影。啊，你台湾不是中国的，啊，所以恁即摆，恁即摆追求的是自私美，在伊也知影。啊，所以开始用吼，用甲你怪台湾人民，由他发表的这两句话，我甲看出来，中国对台湾的策略已经改变。所以2005年，我家己这个我写文章咧，我有讲啊，后摆中国一定用皇帝来互咱台湾去行，因为伊足清楚，伊要用法律，无可能。你来看啊。啊，搁一个证明，2006年，俩迄个叫飞弹危机的时阵，飞弹危机，李登辉伫选总统的时阵啊，有无？李登辉伊讲啊，中国用空中弹啦，有无？其实伊吐想着呾，伊讲他用实弹，因为台湾若甲伊无关系，伊若用实弹，就是迄个叫做火箭，迄、那个火箭内底有装炸药，啊，若飞过来，我甲你讲，开始战争。这个真是侵略，所以用啥？用空包弹。啊，说美国人要讲的时候，啊，我就用空包弹啊，也袂人拍死啊。哎呀，政治上拢是安乌白母啦，啊，你台湾就乌白惊。你看过来的时候，你袂惊吗？哦，嗨啦，中国足强的啦，强起来惊死人啊！啊，我甲你讲，伊无强，互你听吼，你要听无？拜拜，拍手，我们来。航空母舰对不对？你这航空母舰偌济钱？你买？你知无？2000万美金呢？2000万就买一只航空母舰呢？啊，你知影美国的一只航空母舰偌济钱？79亿美金呢？2000万美金，啊，甲79亿美金的航空母舰能够对抗吗？全世界一个国家，11个国家有航空母舰，敢有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来这种航空呢？无飞机的。啊，乌啊，搁穿乌烟就卖，迄种物件你知影就对啦。啥物穿乌烟？我甲你讲，即只航空母舰，迄当然是乌克兰迄当做的时阵，伊有钱的时阵做的。后尾安那，伊要甲拆掉，伊将烟瘾啊拢炸掉，用炸药甲炸掉。啊，伊要用废铁啊，买雷米。啊，即、這個、中国有一个公司啊，去甲买，迄种我讲是中国军方伫后壁塞弄的啦。啊！伊买了，讲伊要做这个做啊，水上的旅馆呐。啊，2000万甲买了吼，啊，为遐安尼晒偌久咧？晒几年外呢？晒年外，晒到伊个大连呐。这只航空母舰，你看啊，你外头看到飞机无？有无？无呢。啊，航空母舰无飞机是要怎样？这只航空母舰。上无有三个很大的缺点，第一，航空母舰顶管伊个飞机停落，伊要一个拦截绳，有无？你看看咱美国的迄个航空母舰哦，爱飞机降落，尾啊拢有一支钩啊，有无？那落来，钩啊甲钩咧，啊未叫走去，未当去海底啊，有无？你看无？你看这钩啊，你看无？拢有啊，拢这钩啊，你看无？有啊，我甲你讲，中国无法度做，甲今日都无法度做。啊，无迄个狗仔，伊飞机是要来飞？有啦，人伊最近讲伊有两架飞机吼，伫遐降落啦，迄是特技表演啦。几啊千只的大树在找两下撞上嘛，对吧？找两下来做迄特技表演，那会无法度。
啊，你若讲真正讲有法度去作阵啊，你知规个连队、规个中队拢是有法度，才有法度呢。啊，这第一点，第二点，他都在演练讲过。啊，过来，伊个雷达，美国航空母舰的雷达，有一个防护啊。就是讲，今日你伫雷达看讲，我伊个航空母舰伫这个 A 点，其实啊，他没有在 A 点，伊伫啥？伫 B 点，伊刷去伫 B 点。刚才美军参咱这个办公室。咱这个水，这个叫做水月圆，美国甲咱帮忙。这个水月圆，你若用你的 GPS 甲电话看卖，我甲你保证，水月圆走去地航，迄个叫做高速公路监管，他在保护我们。咱个头壳顶另外有一片云呐、啊，所以着讲中国若真正要甲咱拍咱袂着啦。他上甲你报，是美国甲你报。所以航空母舰国较出名代志哦。航空母舰，伊现在航空母舰内底几贵啊？你知无？一千个。美国航空母舰几贵个？六千个。我讲一个足笑话来让你听。美国航空母舰六千个内底，伊一吨加一吨，爱食不嘛吼？食一吨的食物的重量是一吨一吨。啊，中国一千个一天的那个食物的重量也是一吨。你听无嘛？一千个食一栋，啊，六千个食一栋，这两较高价，较高价。中国人较高价嘛，啊，下车拢嘛袂伤精啊。啊，你讲这种的我都做者吗？没有办法，所以你莫惊啦，你绝对莫惊啦。我老早我上课就讲过，啊，2018年以前，你食绝对无效啦。以前讲外派，啊，即摆伊国发表啊。因为我们那个航空母舰只是用训练用，啊，训练用你来铁最敢担嘛，然后好怕惊你碰上。啊，那个航空母舰成军，啊，那边2000万买一条，咱大家来捡起，咱嘛买一条，我来讲，咱嘛有法度呢，够呢。有真侪拢是媒体，你替中国包装，你媒体的头家大部分拢是中国人，我讲大部分拢是中国人。啊，真少部分嘛是我中国的中国人，诶，台湾人。你讲你叫伊生意真好咧，无咧？民视嘛同款咧，民视的新闻部的经理是中国人，听拢卖甲咱骗啦。即摆纯咱这个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这人去拍拼尔。啊，所以呢，媒体不爱甲你报这运动咧。啊，咱疫情方面，我跟你讲，100%，咱一定会接到捐款。时间会长到底。美国讲，啊，你训练4000名，当然即嘛袂歹呢。咱像小本啦，每一期吼，初级班拢才100个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，咱两级的初级班，就请有300个初级班，啊，咱一期高级班。啊，所以咱国标班哦，恁正好有课文啊。后礼拜的29、30、31号就是我们的高级班。初级班毕业的时候，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，我们送给你一面美国的国旗，大面的，大的国旗。但是我袂当今日上嘛，明仔载阿个袂当上哦。要到第三天的上午，我确定讲，啊，你有坐伫遮。但是美国政府规定啊，听好啊，你袂当用这个。台湾人哦，足爱用这个挂国旗的。你来规规矩矩，用旗杆呐。啊，这个旗杆嘛很特别呢，你有看到无同款的所在无？老鹰无？那是美国内政部，伊若去游行哦，拢去遐老鹰做台灯。啊，这个老鹰几多传来？你从这个做罗马帝国的时候开始流传下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的学员真巧，第二届学员，伊迄老鹰哦，本来内政部上号呢，老鹰是铜做的，哎，伊的技术节目呢，伊跩起来用啥？用迄射出的速波、速弹，哎，所以老鹰的头哦，是值100块，啊，旗杆呢300块。安尼多一支多400块，所以你若要买，爱找咱个买书找我小姐，
以上是工商时间啦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最后一天哈，最后一天我们会送给你一面的美国国旗。啊，那高级班哦，我赶快哦，高级班有毕业证书哦，结业证书啦。高级班的结业证书被创下，就是后摆台湾进入的行政人员只有4000位，4000名内底可以终身任用。啊，所以你若愈少年来受惠，真的是哦，领到老为止啦。意思是讲，这些人叫做革命先行者。我无要叫恁做革命先烈，革命先烈先啦，是挑起啊。啊，你是大先行，人讲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哎，讲安早起的虫会被鸟吃的，各位拢是虫嘛？你起码受了就绝对唔是花虫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嘛欢迎讲，恁来迄个高级班受训，但你高级班受训哦，爱家己先报名。啊，若无报名，我前天331个哦，比赛啊，无准成啊，因为头一摆吼，我无想讲331个，330到底袂落啦。啊，即摆底袂落哦，咱就用视讯的。你讲套大的打电话来，哎、欸，不然就视讯的不算哈。啊，视讯不算，你今晚再甲我讲啊。后摆将视讯不算，所以后摆吼，咱若先报名啦，我们超过的时阵啊，超过200的时阵啊，咱就甲拆做两个班。啊，后加咱两个教室，这是第一教室，后边是第二教室，啊，这顺便甲各位报告。啊，但是呢。咱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从来无甲人无款。啊，你讲哦，我比讲啊，啊，阮可以交6000块呢，交6000块有无？有无？啊，你6000块交台湾民政府，请你举手。你看台湾民政府，你看玩弄无你啊？我没有收你6000块呢，你是交予咱水月园，咱是农场，予你民宿呢，三天。吃10顿，睡2晚，会使哩啊啦！你家己去民宿看卖啊！我中立刚已经有一摆，我去屏东演讲，你住伫迄个什么叫？6000块1晚呢？啊，我去吼，哎，就是听阮去讲啊，打对折呢，8000块呢，8000块，阮三个去一间就好啊，啊，买2000几块呢？就够哩，我是觉得可以的啦。你是遮拢重新做的呢？迄桌嘛拢新的呢，不是会旧的，互你坐呢。啊有的人乌白坐，坐你遐拢人创一摊嘛有诶。所以吼、哦，我你爱护公务啦。所以咱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后摆吼、哦，有两个规定。第一个规定不能贪污。你若贪污安啦？干嘛你一个人讲？安啦？你若歹讲，你袂当做公务人员。安啦，我跟大家讲啦，要怎么样？要枪毙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要举，你无举手，袂当做官，我听你讲。哦，你那真是要贪污呢哦！你若贪污，绝对枪毙，我无爱听，不管什么人。不然，你做公务人员，你一定要为老百姓做代志。所以话来讲哦，你即摆在你来受训对不对？还是要甲你加？啊！你拢莫想要做官啦？你有想要做官无？对，安对。你讲我就是要做官，因为我可以替台湾人做代志啦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无替台湾人做代志，无啥人要做。4000名，4000位啊，无偌困难啦，我跟你讲。啊，身份证爱40100分啦。啊，你问讲，安尼40100，怎么不是40万？50万，为什么41万？因为这美国想要变成2300万啊，300万的人，那台湾人里面有300万以上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。最近在讲你渐渐回来，这中国人是中国人，台湾人是台湾人呢，不一样呢。所以2300万扣掉300万，2000万，啊，2000万内底有一寡台湾人，有一半。已经去予国民党教育洗过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有无？有这种无？有。啊，这种笑的呢？
我讲伊听，阿公啊，美国人，你甲美国人讲，哎、欸，你是美国人，也是英国人，伊若无甲你巴了，我算啥？独你台湾人，互人讲你是台湾人，搁是中国人，台湾人台湾人，啊，中国人中国人，敢毋是安尼？啊，所以我靠一半，啊，存一千万，啊，一千万内底，因为过去这个四五年来，这个投票率67%，你讲的是不？所以一千万乘以67%就是670万。670万内底，搁扣掉没有投票权的，一些没有行为能力的，啊，这一步，这是美国头一步的啦，你算一半就好了，335万。335万来乘以12.25%，那是联合国和这个南斯丹这个独立的时候啊，公投的这个趴数12.25%，所以335万乘上12.25%，41万。咱现准是依照高清名的人申请着身份证，所以我头先跟你讲，讲你是台湾人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咩证明？你没有办法证。谁那没有办法证？你不相信？来，有护照的举手。你有护照的？有护照的，护照的。啊，来，你护照你甲拍开。来，相片甲看，看看你本护照生到啥物件？你有看无？佳佳，中华民国 Republic 啥有无？啊，有人讲哦，嗯诶，啊，台湾遐有 TAWN 啊，美迄个台湾啊有无？这个台湾是阿扁啊，吼，迄当阵哦，低调啦，人囥这个台湾啊，囥一个台湾人飞去啊。但是你若看，迄个内底，甲拍飞，拍飞的时阵，啊，护照，中华民国，你看无？这内底敢有台湾？没有呢。你不是台湾人呢，你是中华民国的人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护照，你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你是台湾人，我来讲。你别搞错哦！啊，你讲拿外身份证，啊来看你身份证，来我看过，过一摆，身份证，来看身份证，各位要看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。哎、欸，你拢是国民呢，你不是公民呢，啊，你有投票加上，叫人唔干呢？你投啥票？你投啥票？你国民你敢投啥票？无人叫你投票对不对？无呢？我中华民国在美国安尼甲骗啊！我无叫伊去投啊！我给伊身份证是国民身份证啊！啊，伊拢走来要投啊！我就让他投啊！你看啊，你真正是搁去用卖去，搁去人说算钱，算钱就是这款型啊！你去甲投票，结果袂当去投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投的票是中华民国的总统、中华民国立法委员、中华民国的议员。啊，你是台湾人，啊，你是要投中华民国？啊，你有空无？有空要举手？我都歹举手呢。你有空啦，我嘛以前嘛空，我电话看无啊。你不是干安尼空尔呢？你有钞票有无？你的钞票来，看看你的钞票，你问一下。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呢？我来讲，莫讲钞票啦，你的铜板顶上都有中华民国啦。所以你要证明你是台湾人 ？No， 没有办法了。所以你是美国海关啦，我给你报警。你若拄到迄个看你袂介意，有你要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找袂出来，阿边仔找袂出来，所以伊就改掉了。谢瑞伊讲哦，台湾护照免签证有无？台湾护照呢？有台湾护照的请举手。没有，我问你，你怀疑啥？我免签证，他敢怀疑啊？台湾护照免签证，你没有台湾护照吗？台湾护照马上就会有了，因为美国国防部已经给咱答复，给咱台湾政府答复，你们所要求的旅行证件，我们已经进入讨论时期。因为你一般的护照，一般的身份，那个旅行证件啊，你要有公民身份证。啊！你公民身份证，你最注意，爱台湾政府法才有效呢。啊，无你无，你若做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无一张，我甲你当作中国人甲你打扮哦。哎、欸，我讲实在呢，
那一张身份证要不要紧？很要紧啊！我无爱骗啦，外口你空，回去空啊。所以我伫电视空，我讲什么？谁是疯的？哇！迄记者甲我讲哦，外面说你们疯了，我讲谁疯了？给我两年，你就知道谁疯了。好，你已经法度证明你是台湾人啊。有一摆，都无偌久，也是三四个月前尔，我是台中伫演讲，有两个高医生来，走来伫遐咧听啊。啊，安怎演一半上举手呢？有你讲的经验，就是我伫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去美国吼，叫伊调两点钟久啦，因为海关甲伊问啊，伊讲你是台湾，啊你哪证明？伊我都证明嘞，因为伊摕伊身份证，伊摕钞票，拢是写中华民国。啊，当然是超过的。甲调两点钟久，还甲放伊入面时，甲讲一句话。啊，你们台湾政府已经有身份证，你为什么不去申请？台湾政府，你们听过啊？所以进来了，叫你的后生讲，你叫打网路看看。啊，卡的，那台湾民政，台湾政府。啊，暗时多我伫乌日演讲，来听，全家拢在倾听。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拢是完全的事实。后来，你去证明讲你是台湾人，你不是中国人，美国嘛足要求的。你拢看，你拢也要演戏，演戏对不对？不演戏也要去，就那么尴尬。啊，念过英文的请举手，哪会演戏？来，我讲你最简单的，给你给我翻译好不好 ？People of Taiwan， People of Taiwan， 边个翻译？台湾人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嘛吼？对不对？民间台湾人对。过来 ，People of Taiwan。People of Taiwan， 阿拉翻译，嘛是台湾人嘛，对不对？两个都台湾人嘛，怎么分？也不是台湾人，住在台湾的人 ，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，啊 ，People of Taiwan 就是居住在台湾的人呐、啊，的台湾人。美国用这两句话哦，骗到台湾人，骗到全世界人，有金砖和平条约，讲的台湾人 ，People of Taiwan。上海公报来对台湾人用 People of Taiwan， 台湾关系法来对底下 People of Taiwan， 最后在笑就讲，哦，美国要保护台湾用台湾关系法，我咧笑 ，People of Taiwan 是你保护遐死中国人，不是保护你台湾人，所以我要求美国要把上这个台湾关系法取消，哇！大家有病吗？敢吗？因为国务院和遐中国人较好，国防部和咱台湾人较好。啊，所以这个美国用这个 People of Taiwan 甲 People on Taiwan 底下叫做模糊啊。国家在外盈利热闹呢，我真细啊，我是受到很好的教育呢。你如果你嘛有啦，但是你无用，用偷看尔。啊，你讲英语真好，来，我讲问你 ，Chinese， 翻译做汉文，中国，啊，搁有啥物啊？中国人，啊，搁有啥？啊，你喏，我讲，你若讲国民党教育，一定甲你讲，翻译为中华，对不对？啊，到底中华，两个都对啦。啊，过来，台北什么意思？台北对不对？现在是台北什么意思？中华台北，中国台北，中华台北的请举手，中华台北，啊，中国台北的请举手，你无牙齿的八道听我来讲，你拢明白英文，啊，你怎么跟你问你拢不知影？我跟你讲，两个都错啦。Chinese 台北什么意思 ？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台北。你话我，你吼你电脑跟广告拍好卖啊？中华民国老早就甲恁这台湾人讲，台湾人讲哦，我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呢。我
我说我用千里台币呢，用千里台币参加所有的世界组织呢。啊，所以台湾人足高兴。高兴，今日是，你不是你讲医生不是嘛吼？好好讲听。一寡医生搁较讲，讲起什么 WTO 啦，WHO 啊，伊捍卫台湾的主权。我你捍卫台湾主权什么意思？千里台币就是哦。流亡中国政府在台北啊，你是捍卫中国人呢，所以棒球比赛你拢照会看嘛，有啊？有啊？这礼拜不是比赛有啊？咱拍赢拍输？拍赢，拍赢。你啊看，你我讲微博，你拢讲我听，我听，我讲拍赢拍输，不要来，拍赢赢球，拍输的赢球。不怕跟遐人讲话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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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才甲伊讲，我哎，那拍呀，你无欢喜，你奈拍呀？啊！你是本人吗？后影就对。所以哦，你人最容易伫遐上，啊！你拢知影，你头壳皮清楚哩，你真正头壳皮清楚哩。所以美国讲哦，你们要上就是。你无上课，你真正看无咧。啊，你报纸你嘛看无咧，报纸安尼写，报纸讲，那某一个国家和人和这个台湾断交，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，安对不对？不对，对不对？台湾从来没有跟人家进过邦交吗？是中华民国跟人建交吗？跟你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对。阿婆，卖心机。台湾1971年退出联合国，丢一家去，退出联合国，暗丢一家去，啊，这不太好了。你这么想退出联合国？是中华民国的代表团蒋介石竟然退出联合国呢？啊，所以有人讲，我们要加入联合国，靠呀，你都不是国家，你别加入什么？从头到尾，台湾都不是国家，你别加入联合国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加入联合国，哎，无款哦。每一年都去纽约跑一趟，然后去佚佗啦。啊，未回来，我就听我家讲啊，回来一定有一个理由啦。中共打压，跟中国什么关系？卖酒这么讲，中共打压。卖酒是卖酒啦，问题是我是感觉可能是台湾人，我中共打压。中国，我跟你讲，中国跟咱台湾绝对无关系，伊嘛未跟你打压，伊即马吼铺红地毯，互你行，你知不知？你不要行，啊，就爱去甲我中华民国。所以中华民国总统去选举的时候，你台湾人唔通叫邓票啦，你邓票就是表示讲中华民国生命继续维持下去啦。啊，有简单无？你无啊，咱台湾人拢唔知。啊，你若讲讲，叫卖去邓票哦，你叫骂你。来，我分析给你听，中国国民党。你看就知影，头前两支车站，中国对不对？啊，国民党一定中国，这没有错啊。好，啊，民进党，民进党是什么？民进党讲中华民国，民进党给抗议哦。我爱，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，民进党的台湾决议文，来地下个叫前奏，我们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抗敌党章内底，实际上伊咧做诶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啊，中华民国的简称叫做中国，啊，所以算了，中国国民党甲算了，中华民国民进党有感觉无？一模一样。所以你来看哦，民进党就遐逃，个个跑到中国去，啊，你来甲讲哦，那我已经冻在火里面了。谢长廷、柯信良、侯其昌、秦彪刘呢？这个民进党是怎么成立的？1985年，美国的众议院通过
要求蒋介石，这蒋经国要成立反对党。蒋经国出奇出人，所谓闽江人，我就那个原生饭店可以开，成立大会。原生饭店什么人的？蒋宋美龄的。伊在那边装监视器啦，吼、哦，在窃听器足简单啊。有一本册调查各位人，家己写叫《全民公敌》，啊，《全民公敌调查局》，调查局的人写。伊讲周建国去讲，伊咧出的时，伊坐伫伊兜底，碰伊伫听。伊回人，回钱，所以有真侪民进党的人的官产拢领着钱的。我这报道写，健康的二点二十万吗？啊，讲过嘛，过未赢。所以去中国，我一点都不奇怪嘛。我嘛是从政治出身的，过去咱拢是安尼，较支持啊，那不是？你有支持无？有。这是什么？我讲我唔是干支持，我搁出钱啊！我伫高中的时候，听个康林祥演讲哇，伊要去做演讲，我做较侪呢。带来个遐钱是伫个人诶，伊毋单讲捐钱嘛，我毋知你捌捐过无？我读高中是捐干，捐干啊，到底啊无钱，未见讲公车票啊，未见迄个钱啊留咧。我捌行行路，等于我到两点零点，你好笑哦，因为我过去捌笑过。啊，刚刚恁即摆同款去笑，同款，你恁当票嘛？这边的选举总统选举有去登票举手。哎，老师来，然后去登票，到老师时阵，咱这中时阵拢无人去登票的，到边啊？到遐巧。我甲你讲啊，12月30日，要选举头前的迄几天，美国甲我讲，伊讲你去宣布，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。我唔听你讲。你甲调录音档出来嘛？因为咱位第一期开始到即摆52，拢有迄电台仔有监管。你讲咱是正好呾？你宣布的时，我惊到要死嘞！我阁甲你个讲好未？我若宣布的吼，啊若无影吼，我民进会关门嘞，伊讲破纪录最准。因为迄个蔡英文伫10月11日的时阵啊，伫高雄的劳工中心讲讲啥？中华民国就是台湾。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你说开玩笑，台湾政府不是你在说，是我美国说的。你就把美国说的台湾政府怎样？台湾政府。所以伊讲讲，伊讲我跟报警，蔡英文袂听。蔡英文，伊讲伊输到莫名其妙，白呢。你讲蔡英文气势敢无好，非常好呢。台湾你也支持到无有呢？但是我明了，可见美国可以全部来掌控我们台湾的这民意呢。你们就是讲，啊，我你想怎样，咱也知，我拢知，咱该做分析做好。安倍晋三做这个第二回回国的首相，美国跟你讨论呢。你人跟你问讲，啊，你认为讲？甲你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，我去联络的啥物人？我想起我两个人，一个九原，虽然善太人，啊，搁一个就是安倍晋三啊。九原，美国来请伊，12日来请伊去国务院，诶，国防部讲话。14日伊出来讲，我要购买尖阁群岛。迄人不是美国讲，我谁知哩？安倍晋三。做首相，你阿后讲身体无好落来，啊，即马搁在调，在日本的政治圈内底是头一次。要选调的时候，伊甲我讲，安倍晋三他将会有2/3以上的选票，3/4以下，本来自民党100票，480票内底100票，啊，伊选了哪324席，320票。啊，搁迄个维新党54席，不准哦。日币，你讲咱78块，伊搞我，他会让它贬到100块，即马到60块啊。为什么要让它贬值？因为伊要予日本人
让日本的经济再度复苏，要让国家有钱。啊，若有钱的时候，美国一直甲要求这个整个东北亚，你要安全，你要什么？因为台湾这个可能还过日本天皇的，所以日本有责任。照这个和平条约来滴。第二条，来按照这项和平条约的第二条，第二条写啥？第二条来看这里 ，Japan renounces 它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你看这个英语的，这个英文的那个文法结构有点问题，不啊？你有读英文无 ？all 后边爱加啥？S 对不对？复数嘛，就台北英文嘛，它叫加我，有没有？那个 right 有没有加 S 没有 ？Title 有没有加 S 没有 ？Claim 有没有加 S 没有？哎，啊，下不掉一块，还是下不掉呢？那是战争外来的物件，这是表示讲日本政府放弃主权权利。啊，放弃主权权利，这主所谓的主权权利在什么名？管辖权。因为日本政府以前有对台湾有管辖权，但是战争失败以后，有金砖和平条约，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的主权权利，爱放弃掉。但是权利还有一个物件叫啥？义务，对不对？所以主权义务来源在这啊。日本政府还拥有主权的义务，啊，有主权义务就是表示讲，伊不是全部放弃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台湾1945年4月1号，日本天皇的诏书在台湾实施以后，日本天皇给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，迄个刚开始，台湾这个土地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人靠，咱咧台靠不得讲是殖民地呀、啊。我甲你讲，人殖民地的写法，爱安怎写？1947年的2月10号，《意大利条约》23条，来看下。这就是《意大利条约》1947年2月10号23条。来，你想想，英皇，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上位啊，索马利亚。你看无，吸着物件有无？来，看这了，搁看迄《旧金和平条约》第二条，再看一遍第二条，《旧金和平条约》第二条 ，right， title and claim， 你看这两个放弃有无？看无，一个是放弃三个东西，一个是放弃两个，有无？什么叫 claim 呢？主张呢？什么？领土的主张权，就有这个 claim， 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。但是台湾在1945年4月1号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所以有这个 claim。啊，所以为这说的你就知影，美国伊老早就知影讲，台湾已经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所以才有这个 claim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，美国若要解决台湾问题，要甲什么人谈判？那就有点。啊！甲日本天皇，所以咱告美国以后，美国有惊着，甲咱开始甲咱谈判。但谈判的时阵，美国甲咱教一点，你甲咱告我嘛无效呢？美国讲的，啊，你告你无效，啊，你是军事占领，你我甲歹解决啊。啊，你无甲咱告我，啊，你无你找恁头家，恁在头家什么人？日本天皇。叫你去找日本天皇，我都唔捌啊，后面你甲我介绍。因为我也不能介绍啊，啊，你也肯定做总统哎。啊，所以你，五年主年啊，12月，二十啊，咱去日本靖国神社。咱本来迄个12月31日哦，咱要伫迄个大巨蛋啊，要举办忘年会。啊，美国一个讲了哦，咱就开开会。啊，美国讲哦，迄去甲日本人讲的，啊，边人讲？大家想无咧？我啊，我有法度。咱12月20日去靖国神社参拜。靖国神社内底有台�39100名，
个研究中华民国的总历史，来自台湾人有几个？一百个不到。是安怎？台湾人敢无记中华民国四个吗？太多记的奈无。1945年的时阵，拄啊投降日本天皇投降，中华民国一个击败，就咱台湾两个志愿军啊，两个师团啊，人派去中国去作战，拢死了了呢。啊，敢有将伊的迄个行为啊，放伫伊建国神社？没有呢。日本人将台湾人的精灵，来供奉在建国神社39100年。你个人看这点，你就知影讲，啊，你台湾人到底啥物人？你若不是日本人，伊才要甲你讲过，伊都笑过。咱是标准的日本人，日本天皇的臣民呢，所以伊才一定爱甲你讲过呢。咱不是中国人，所以伊中列是无咧甲你讲。虽然甲你讲，感觉讲你是中国人，对你死死好啦，我无甲你。日本的忠烈祠，日本的建国神社，来这39100年。你我讲一个吼，这个怪力乱神很飘啊，刚好，突然间，你看这波呢？当然，讲这吼，做一个人家讲这是不应该的，但是你若爱听，我就讲给你听。哎，啊，搁拜我这边讲。不能建国神社，两百几代，国历是百岁，一拜两百几代。咱是讲日本人内建，内建迄个祭拜所在是啥物？日本天皇在当入，日本人都袂当入庙。咱是臣民啊，咱是两百几代拢入。入去到内底，咱有两个人祈祷，祈祷你听无？祈祷阿当地的，我是无相信这个吼，不过当时讲我听。我就讲给你听，祈祷，很奇怪的，啊，要去共伊进前，听讲是一直打嗝，我毋知师傅知影这个，一直打嗝，是毋是安尼？对不对？会嘛吼？打嗝，啊，你打嗝吼，啊，那有东西就甲伊讲啊，诶，你甲伊小站的啊，小站的啊，遮足侪人吼，恁人去动的，啊，再甲分去边啊，啊，落尾是安怎的？东西甲讲吼，看遐足艰苦，甲讲吼。啊，你的身躯哦，照伊讲话啦，啊，去大陆，这39100年嘞，一个代表的款，怎么讲？你讲哦，恁旧年有来，就是旧年，就是咱旧年是150个嘛，啊，今年是，但应该算旧年啦吼，算旧年啦，有旧年你有来，啊，你今年哦有来，啊，恁爱甲日本天皇讲。就是在祭拜的时候，爱甲日本天皇讲，因为因日本天皇无温尊，我遗憾伊过冬。啊，你明年嘛会来，我们明年今年会过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的迄个主机关，咱的主席，和你迄个叫做祭文的时阵，有甲讲，希望日本天皇会当答应遐人吼。喊咱迄个团做迄个呐，所以咱个忘年会啊，旧年12月3日忘年会，伊敢挂甲惊死人，从来袂遐哩。咱去日本靖国神社的时阵哦，嘛是同款哦，足奇怪呢。伊有一个叫董霄吼，有啊，迄个也做伊咧，敢若变成迄个西宫，迄个咱台湾个西宫迄款庙啊。迄董霄一个鬼话吼，迄乌鸦飞起来。哎，乌鸦是伫外口看得到，但伊飞起来，啊乌鸦飞起来，所以阮感觉讲，确实有灵，有迄个也做有灵的。啊，而且呢，今年吼，感觉今年咱台湾年轻人足侪代志吼，拢足顺的。你是这几天啊，3月18日时阵啊，咱就接到啥？美国已经答应来证书，台湾政府的证书先给我。啊，台湾民政府，这证书嘛有，啊，台湾政府嘛有，啊，什么叫台湾民政府？什么叫台湾政府？你等下再讲，我先讲迄个代志，讲好无？我一个感觉，伊去人个去讲一句，叫大家拢足感谢，伊讲吼，
其实我们这里不止39,100，因为我四万几人，但我记录上就39,100，这我还不查。啊，不过你去谈的时候，你安尼讲，啊，足欢喜，就哭呢。伊感觉咱台湾民政府派人去看，足欢喜的。啊，你著看真奇怪哦，咱住民150去，规年抗议都无人看的。啊，距离就旧年去，甲旧年去，讲身躯拢好，你看奇怪。啊，咱52啊，咱去翕相的时阵哦，无一届翕相讲是落雨的，这才是奇怪。咱两个月一期，两个月一期，对不对？礼拜下晡3:30翕相，52期的初级班，12期的高级班，6期的高三班，啊，甲这个4期的大学生班。无一届是落雨，到一届尔，到一届落，迄是每摆是风灾。每一摆若要落雨拢安尼，到尾翕相的前30分钟都往好地方照，日头出来，翕相以后5分钟开始落雨。你看奇怪，我骗你一点，但是我感觉这种的巧，你咱十人，你也看咱的相片啊，干拄好。2年外，要2年半呢。第礼拜，咱若你上课就袂落雨。啊，你讲上苍有咧保佑台湾无？有呢。因台湾苦难足久啊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伫这个时阵，阮60栋的时阵，互咱发现迄个台湾的真理。所以我敢甲各位保证，当然啊，台湾政府这个这条天条。台湾民政府这条批着，什么台湾民政府甲台湾政府这两个拢爱同时存在？什么叫台湾民政府？有的人甲我讲，啊，你若要用，那我用台湾共和国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台湾临时政府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台湾国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是安怎？因为战争法内底规定，去用占领地区的老百姓。要由当地的人民组成 civil government， 就是民政府。另外，美国打伊拉克，伊拉克的人做啥？伊拉克民政府。美国打琉球，琉球做啥？琉球民政府。阿富汗琉球，阿富汗民政府。刚刚独独台湾人未晓家己去成立民政府，好不容易2008年的李维谦。咱叫战争法，叫和平创和平的，成立了台湾民政府。从这个即马为止，2013年的1月初二，美国正式来统一，你台湾民政府也可以申请台湾政府，啊，台湾民政府还是存在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点头上司叫做美国军事政府 （USMG）。这个恁来上课是巧，你知唔知？我是读到要死，啊！你若看看，你就会晓来上课。你拢叫衰啊，对不对？你嘛衰，你叫，你还等呢？啊，叫较大粒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变咱叫着大粒的。各位，咱即马有人的手，酒店控制一切，所以你一定爱含酒店较熟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你的能力真好，啊，酒店哪会知影？不过你会当放心，是啥？所有咱受训的人员的所有资料，拢伫咱的档案，啊，而且这个档案拢有交给美国。所以咱后摆为这个电脑内底，我们就看得出来说，我们哪一位。所以恁写电脑写迄资料写得越详细越好。详细来讲，你将来以后要担任什么，你都要写你内底，你的专长是什么？各位。这张图像是2010年的9月初八，咱伫美国的华盛顿 DC 的世纪饭店举办庆祝酒会，因为7月初四，台湾民政府正式挂牌在华盛顿 DC， 迄个挂牌到今日为止，办公室还在那里。咱即马嘛有代表伫内底，咱的代表美国的各个机关拢把咱代表称为什么？台湾 Ambassador， 台湾大使。由迄个中华民国的政府中，
美国敢有叫伊台湾大使？没有呢。对中华民国民进党的代表吴钊燮，敢有甲伊叫台湾大使？没有呢。咱的代表去国务院，唔免 pass， 给台湾民政府一张身份证，直接批评的，直接进去哦。而且包括管台湾这个土地的副国务卿，拢含咱去过面的。咱去迄个国会，嘛拢含咱见面的。各位，四月二十，咱要派一个代表团，十七个人。咱各州的州长、内地主要的人，拢会去美国。因为四月二五，咱要伫华盛顿 D.C. 的记者俱乐部召开一个国际记者会。那边拍手了。国际记者会有两个重点，第一，甲美国讲，较紧的啦，以前证件单真久啊，迄个 Roger 电话，已经叫伊关起来，关伫台湾，有够久袂当出来。我有考虑无啊？有啊，这细声，无欢迎来。我考虑无？有。我被关在这里面，所以你没去记者会。第二点，你甲美国国务院讲，你较差不多咧。你敢一讲讲对中华民国较好，我话台湾人敢那敢看上去咧？你还在轰炸台湾呢？够未？虽然你看我，我跟你讲，刚刚你开玩，你开玩笑，我不是开玩笑。哎、欸，国务院对咱的这台湾人是有够歹的呢。当然我安尼讲，我是真久无这样骂。顶一道电话嘛吼，伊甲迄个国防部讲哦，叫伊来甲我讲。哎、欸，拜托，你甲 Roger 讲啊，卖拢大概上个拢甲你骂啊，骂到无最好啊。我冻真久啊，我无甲骂，安无要进步的。有啦，人真，他们讲你怎甲你记住？啊，这样还不错啦，刚开走的啦。台湾旅游，做了无够啊！台北讲啊，有进步啊，美国有进步啊，那台湾人哦，还要再进步。咱台湾人爱欠欠款是啥？咱台湾人到今日为止，还有未觉醒？你拢看到咱的电台报道有坏无？有坏也是坏，咱的报道，哈？才安尼尔哦？开几千万，拢还过算。嘉伟婚呢，是联合办，甲中国时报拢头版呢，开足侪钱的呢，啊你无看，啊观众啊。对，咱这广告较宽广，但是咱这广告开哦，就是咱当地的钱，咱公司的。你无看无？有无看无？有无看无？你若无看我一块，我赔你一千万，一亿。无呢，我们没有向台湾人募过一毛钱呢。啊，我甲你无款，啊，竟然遐笑的，讲咱是诈骗集团。有听进步的无？有无？有听进？没有啊。无人无款讲诈骗集团。啊，若真正你无款，遐叫做台独的啦、民进党啦、国民党，还会算啥物？台湾颠倒病理啊！我们不用募款，为什么？我们用法理把美国告，啊！你美国爱赔我，啊！你美国爱还我，就开始还难了。所以咱的速度会愈来愈紧啦。你有看到咱即摆伫全台湾各地做办公室的成立有无？有啊，有嘛哦。台南的办公室偌大，你知嘛？敢那砍板哦，人民币啊！六尺啦，看唔到，砍板啊六尺，啊长八十九尺，啊有够大哦。这是旁边同僚，听讲做三个月关起，别菜，安尼甲摕起来，咱叫摕。咱是嘉义，这个兴业东路328号，咱毛一个办公室。咱是高雄翠华路491号，毛一个办公室。啊，当然伊话讲有四个办公室。我背袂起来，无影。有你有看无？啊，这有大无？这有大无？啊，台湾政府光光天天甲挂伫顶悬啊！听讲警察拢唔敢去呢。警察人去哦，伊若入来内底哦，爱申请签证的。
是不是？咱是台湾的，啊！伊中华民国，你每一摆我台湾爱申请签证啊，爱咩爱咩，爱嘛对不对？对。不如我要去点咩啊？那我觉得住借地呢，告明，我不是在开玩笑的。那台湾政府扛棒底迄个外口已经有啊，恁来有看到无？有。啊，太严重啊！那搁一挂推下面，你该讲哦，无可能了。啊，这这，你看你讲啊，台湾政府。这大字，啊！伊讲哦，伊甲你讲哦，我中华民国万天这背书，你有知影？你知无？中华民国背书了呢，知影也是，无人知影。啊！你是生活足奇怪，有一个伊中华民国有一个反诈骗专线有啊，1655啊，甲卡嘛，甲卡讲1655嘛，请问台湾民政府是不是诈骗集团？但伊即马较巧。我你看看这个，问台湾民政府就给挂掉，反正卡面子啊，不会卡。啊，哪讲话吼，和你问到这款呢，是诈骗集团啊。啊，你讲好，等一等，我叫叶明亮，你是律师啊，我现在开始录音，请你再讲一遍。要痛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华民国该赔税有无？所以什么人啊，敢讲你是诈骗集团？你讲你自己看伊了有看卖啊？当然看无呢，你看可怜无，推的，啊，佮遐推的环境，我讲你，我评你较大声，啊，即摆迄个叫，即两天公布的迄个台湾政府迄个公文啊，哦，即摆上台是讲迄个公文改威严，哎，这个签字好像跟原来是不一样，讲一寡笑话，这块告一段。讲笑的拢卖出，其实我从2005年开始，互即个独派也好，互民进党、国民党、国派也无要紧。哦，那我也是已经互伊骂到臭头了。我有102条的罪状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回应任何，从来不回应。因为真理就是真理，干不是？卖回应。那你，我把那些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好啦，耶稣基督啊，好啊，他从来没有回应讲你干嘛，你捌甲伊回应无？当然我是讲我一年较大，但我甲讲讲，这是因甲咱，互咱的启示。对的，继续做下去，安就会成功啦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是上新的啦，对嘛哦？3月18。啊，开始生效的3月15，你看无？你看无？台湾 government 台湾政府，啊 ，foundation 的基金会，啊，如果奇怪呢？啊，那么台湾政府都在用基金会，没有台湾政府怎么会有基金会呢？啊，你总不能用台湾政府那两个东西，那算什么东西？因为台湾政府基金会表示说有台湾政府。啊，台湾 civil government foundation， 台湾民政府基金会的，你不要希望有台湾民政府，安尼够不正经吗？白纸黑字，所以你在伫这参加，你是完全健康，无人敢甲你顶当，包括咱这干部，无人敢甲我顶当，足简单的嘛。我无向台湾人扣任何一角银，恁来受训，住宿吃法吃。迄个食十担，本来应该开钱，较毋是，啊叫黄道嘛。但是我甲你讲哦，高级班较贵哦，因为恁个初级班哦，坦白讲是咱个流行道的，高级班是爱1万块，安尼才有法度补头前一部分。所以各位你看 ，certificate 就是证明书了。你若是美国的公务人员，你看到这张，你马上讲这个是联邦的，这是政府或机关的，因为是哥伦比亚的地方行政。哥伦比亚地方是啥？就是美国的一哥伦比亚特区，美国所有公务人员、公务机关的主要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你们看得出来，所以
你什么党，国民党也好啦，民进党也好啦，什么党拢无要紧，他们从来不晓得该怎么玩嘛。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的，他们都怕不到房间的，啊，怕不到房间无要紧，你们挖出来。他们不出来，啊，现在歪出来，有原因的呢。你两个用因歪出来，因戆的，他们一点都不变。伊叫你去投票，你投一票，爱了230块，你敢知影？你乖，230块，你是咩了？领了230块，你举手。你去登登一张票啊，你了230块，知影举手。你有滴看网络，我知。人美国转来拢伫看，你拢无看，戆戆。你去登一张票，互你登票的人会当领30块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你知无？啊，你无了30块尔。啊，你搁登迄个票，迄、那个政党会当摕50块呢？啊，若立法院摕4年呢？所以你这个蔡英文609万票，一票30块。609万票乘以31亿8000万，小小对了。马英九679万票，小小对了。你敢要听啦？无呢，全世界无即款的选举制度啦。说什么民主选举？哪有民主选举？啊，伊咧摕钱，啊，咱摕去，人家去投票，我还钱。啊，出来政府给50块，台人用要花的，对不对？好啊。一年都坐100几万票，啊，一年啊，搁50几万，啊，足欢喜啊，我就很高兴啊。啊，你叫他卖登票，伊太袂。啊，即摆用一挂奇怪理由。啊，你无登互我，你要登互国民党吗？各位，就是你登互国民党，我袂敢登互伊。这种的代志，你爱用你的头脑，你若智商无够，坦白讲，我也是我都跟你讲。你倒予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会当继续延续下去，是因为你倒票，你盖这个印章，予伊共美国讲，台湾的人民拢支持我啊，你有甲支持无？你虽然无，但你倒票予伊啊，那无，你拢支持唔知影，所以你家己从你的后代拢开始了，我来讲，所以你若我唔讲你，倒票遐啦，啊啊咱美国转来讲，哦，我真正偌拍拼嘞，坐飞机转来卡车，啊，搁转票了，搁坐飞机搁转来。你看上好卖转来，你这愈转愈转愈嗨啊！各位，你有转来无？有。以前我转来吃酒。今天晚上，请你自己忏悔一下。这个平台蛮差的，所以。旧年，迄个马英九咧选的时阵，12月31日，我甲伊讲，马英九赢80万票。表面上我甲大家问讲，这一次不要去投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爱会投票的，哎，不去投票，请举手，拢举手。我面的巴肚疼，我无巴肚疼，大家拢去等。你可以甲你看甲现现啊！你台湾人，咱当时接袂到夹青。所以我相信，你听我一节课，啊，你讲哇，我台湾地位拢白啦 ，no， 你不会懂，所以我要要求，你爱比伊分析新台湾的，因为新台湾的这个平装本啊，已经拢比了了，不是精装，所以我要拜托恁哦，迄恁家无偌济啦，你来遮你读册，你本一定爱变爱看。我是去甲咱只朋友讲啦，后摆若要做政府官员哦，迄新台湾要较紧，可以读几摆。你若提着呢哦，过2个月来，还阁是白白呢，真好看，真水啊！可能恁家的客厅真好看嘛，哦，我是足有学问的。迄本是用偌济时间写，但是你仍爱读，所以你若干讲上课。啊了，你就感觉讲你都知道一切。当然啦，上课啊，你会知道很多地方，哎，很多地方你不知道。咱2006年10月2日是去看过美国，过美国以后，我有一个结论，美国有五个看法。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？我讲出来，
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？是日本的野手，日本，日本天皇国籍啊。你无野手什么意思？日本天皇不是日本国籍吗？日本天皇是举手。你今晚无简单，你讲你无简单啊。礼拜，台湾人从屁股往里站。日本天皇无国籍，为什么日本天皇没有国籍？我靠你，对，我靠咱真济哦，有日本朋友的哦，今麦日本人也来哦，换你甲创意。你讲哦，恁日本天皇国籍是啥？我甲你讲哦，超了80%答袂出来，因为日本哦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哦，日本人的大脑就被毁了了，惊死啊！日本天皇无国籍的原因就是讲，因为是万国公法来的规定，日本天皇他没有效忠的对象。你不信的天皇，你要效忠谁？效忠伊家己啊，所以无国籍。所以日本天皇遐囝嘛无国籍，但是因遐囝后壁找日本人结婚的时阵啊，因为因先生是日本国籍，伊才娶日本人，变成日本国籍。所以美国人甲美国人结婚，伊的囝是美国人。日本人跟日本人结婚，伊的囝是日本人；中国人跟中国人结婚，伊的囝是中国人。啊，所以这问题啦。越南人跟台湾人结婚，伊的后生的国籍是越南人。为什么？台湾人没有国籍。啊，所以现在中华民国最要求的呢，你越南的新娘哦，叫伊就爱放弃伊的国籍。但那有国籍的人叫伊讲啊，放弃才当来台湾。啊，怎放弃哦？啊，嫁来，再离婚。啊，离婚了，因某变倒去，袂当倒去。啊呐，伊放弃。啊，挂科，袂当倒去啊，挂啦，伊放弃啊，他就放弃。所以，你若台湾人甲中国人结婚，你的囡仔是中国籍的，你听到无？无代无志，我的囡仔变中国去。我是讲我，因为网络有甲讲，结果我是传中国报。啊，其实无影。哦，啊，讲啊，有脚有手呢，有生一个囡仔呢。啊，另外有话讲两个啊，实在无来。伊这个国际法来得非常清楚。台湾人即嘛是无国籍。暂时，啊，什么时阵台湾人才有国籍？我跟你讲，日本天皇的诏书还不伫，所以日本天皇他只要有一天他任命某一个人当做台湾总督，一任命的那一天开始，台湾人的国籍就跑出来了，日本帝国的国籍就是大日本国籍，啊，这大日本国籍就是台湾总督府。诶，官职还搁伫咧，这收金，这是伫高级班才要上诶，但我是先讲互你偏方咧，真深咧，你毋通看这个，真正真深咧。但我若讲一声跳起啊吼，你会听无啦。所以是安那美国也好，欧洲一寡较强诶国家也好，即摆拢甲你甲学战争法。诶，我嘛上，我相信它是战争法来讲，全世界是 top ten。他特别听我，你像比方拍火啊，无管你讲我致富也好，臭屁话紧，不真正啊。你当时了讲迄南海的时阵啊，迄南海的伊讲的遐论述是叫啥子啊？叫我写的。中华民国诶，外交部。请我两解分呢，去甲问讲金阁群岛钓鱼台是谁？我甲讲真清楚，你听清楚哦。有请我食饭无？是外交部食饭啊。我你听清楚，钓鱼台是台湾的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钓鱼台是日本的。听甲伊讲，他都懵懵。但是伊知影以后。伊中华民国的外交部，你讲金阁群岛钓鱼台的时阵，他就不敢乱讲，这是破除。陈克夫这个问题，你对，我跟你讲个清清楚，你听。
谁敢跟我这个问题？是伫1895年的1月14号，因为1895年的4月17号是《马关条约》签署，但是《马关条约》签署的前的1月14号，日本天皇宣布神卡库尖阁群岛是无人岛，日本宣布占领。但是2月份的时阵，大清帝国宣布讲袂使哩，阮有真侪渔民拢会走遐去掠鱼，所以你日本帝国宣布迄无准算。但是到4月17日马关条约是第二条，伊甲写讲台湾周边群岛跟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。什么叫做台湾的周边群岛？所谓的周边群岛是啥？这个岛下骹的部分，迄土地部分连做的岛了。台湾当时伫迄马关条约交割的时阵，李鸿章的后生叫李坚芳，和华山之际去交割，伫台湾诶，这个家人的外海交割，交割两公三公。36个岛没有包括钓鱼岛，因为美国诶，这个日本人当初注定就讲，我伫1月17号我有宣布过啊，迄个准成啊。但是，啊，佫特别是讲，伊伫马关条约内底有讲周边群岛，啊，这个周边群岛是啥？就是钓鱼岛。啊，日本戆戆啊，日本戆戆，佮更别着讲，伊伫1月14号宣布。所以中国讲，伊宣布，我嘛宣布啊。所以日本应该宣布讲吼，你在马关条约内底已经讲啊，周边群岛就是包括钓鱼，啊就结束啊。所以中国伊怎啊知影？伊上过伊拢讲吼。所以我甲你讲，尖阁群岛未建军。你们看伊表面上遮歹呢，伊歹是歹个啥吼？我用中国来讲，也当稳定他。这真侪足侪代志吼，你所看的报纸，你也会分析啊。你若不晓分析，你真正不能看啥物。世界是本来是真简单，是恁台湾人特别巧，讲巧也对啦，讲戆也对啦。甲侬自作聪明，啊，咱常常用的法就是讲，你家己经历要看，你自己要看的法律，你提出来用，安尼尔，比赛安尼。国际法就是讲，你爱含全世界逐个来看拢同款，你才是国际法。所以你莫甲人讲台湾无效啦。你现准时台湾做国外真侪代志，拢违反国际法。可比讲，台湾人去做兵，占领地区的人会当做兵无？袂使呢，因为效忠的对象是谁？咱若要效忠，咱效忠日本天皇呢？啊！你叫我去做兵，等于效忠你中华民国，这不对呢。啊，台湾人袂当买武器呢。啊，所以美国的国务院宣布 ，Terror 就是恐怖组织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唔是一个国家。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？不是。槟榔根不是一个国家，台湾当然不是一个国家，中华民国也不是一个国家。与美国国会嘛，对不对？第二点，这个国家这个所在有武器的，槟榔根有武器，中华民国冇武器，伊的武器是为着来台湾关系嘛。中华民国买武器，咱台湾人戆台湾人去投资，我投足多。第三，伫当地征兵，中华民国伫台湾征兵啊，所以。中华民是标标准准的恐怖组织啦，会派出去啦。啊，恐怖组织，所以中华民国讲要伫太平岛要放迄个飞弹，的标志拢去掉安尼，因为咧甲美国抗议，中华民国袂当有武器，因为我台湾政府嘛无武器，所以美国讲我来处理。伊将中华民所有的武器的 logo 拢甲去掉，战车无 logo， 战车迄个飞机无 logo， 军舰无 logo， 啊无 logo 是算啥物事？你有看无？迄是我讲的，这是我在这边的2062这边汉光演习的，足侪人唔知影。
足侪人吼，恁坐椅仔，恁看，啊，现时迄种正正哩走，拢恁拢无看咧，无路过咧，啊，来只上好只看着。过来，中华民国联勤啊，已经去除啊，你敢知影？什么叫联勤？联勤啊，后勤啊。部队若要战争的时阵，一定爱啦，爱有联勤嘛。供应衣服啦，供应子弹啦，供应粮食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叫促销是什么意思？中华民国未战争啊嘛，中华民国未当战争啊，我台湾民众我嘛无武器啊，你也不可以有啊，啊，叫公平，对不对？所以。人情已经注销了，所以去宪兵嘛注销起来。啊，像宪兵注销的时，中华民国用一个奥博。宪兵注销以后，计刚刚讲，甲你翕一个两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啥宪兵啊，你升旗典礼的。哦，迄升旗典礼讲宪兵冒着生命的危险，迄是啥？迄用威胁去教育台湾人，去甲你讲哦，我们宪兵还是存在的。啊，那国王就叫骗。其实，人钱无去，宪兵无去，伊也免做兵啊。马英九讲不要当兵，不是较巧呢？是咱甲美国、奥地利国去压兵。马英九，你要宣布不能当兵。我托你见面，我来叫我去做兵，你受什么意思？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这见面话来这，国际万国公安来拢有啊。你见面，伊在对个伊在主管。第一，叫咱袂当讲台语，你的台语敢有像我遮好？无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不爱拍手。以前改变恁个台语，台语就是唔对啊呢。以前叫法字，我是讲无法字，因为我老平常做作啊，读学，伊唔敢搞我。一般人去讲台语，拢罚一间两间诶，好啦，五间，你较贵，你较贵，啊你较好钱啊，较少咧，敢未？见面未当移转主权，所以伊无资格将咱台湾人诶国籍甲咱改掉。诶，什么时阵咱变成中华民国国籍？对不对？1946年1月12号。离开1945年12月25号光复，以所谓的光复，第几天？无老久，1月12号宣布归。12月25号开始，所有台湾人集体归还中华民国国籍。啊，你听笑呢？有金山和平奖还未签呢？就美国甲英国抗议三摆，不可以。我们永远不承认，这个叫名字，美国不承认。英国不承认。台北条约，1952年4月28号下午3点钟签的。日本视同北京馆，视同台湾人为中华民国国籍。但是1971年，日本跟中国建交的时候，这个条约废弃了，已经没有再把台湾人看成中华民国人。我跟日本讲，安尼来歪讲。我们不是中国人啊，咱真真正正，即摆毋是中国人，全台湾敢有高雄人？对，新疆身份证。后摆，咱即几年时，1949年6月15号，中华民国发行伊个新台票，用伊一个人甲咱交换400块，你会记得无？会无？会记得举手？中华你不一定会记得，咱少年人有可能会记得。一个甲咱换40000块哦，真正财产拢无去啊呢！我甲你讲，台湾政府呾正式执政的时阵，咱要印正台币，一个你都要用新台币40000来交换，好不好？好。哈哈哈！太早了，再见了。啊，恁都无优惠了未？对。你们来讲，按照台湾政府的迄个身份证呢？一箍换一箍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现在开始。对你比较有利，对不对？我袂歹啊，台湾人讲我袂歹啊。我讲实在哦，台湾政府执政，发行正台币，就
中华民国的新台币要40万来给咱换一块，这是给伊算利息钱，本来一块给咱换，伊一块给咱摕4万块去嘛，啊，利息钱算来多，应该是不止啦，算是较有优待啦。啊，有人来讲呢，我嘛是台湾人，我嘛要换台币，我就跟你讲，你若无台湾政府发行的身份证，我甲你以中国人打扮。好好，回家吃点心。